这次创作的系列的话呢，是用太空中的一些图片，或者是一些太空人活动的一些影像作为元素，然后去发展成为我自身的一种艺术语汇，主要呢是表达我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心境的，图像的再现这样子，而不见得是完全是只是单纯想要表达太空中的风景，因为我认为在我个人的艺术创作的时候，面对的那种创作的心情，很像是太空人，在太空中进行探索。那人类上去太空去探索未知，是一种很危险，但是又很像是一种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去做的一种行为。那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选择艺术创作，可能是一种天性吧。那这样子的一种天性就符合了太空人在太空中探索的一种状态，所以我提出了这个系列。那希望说这个系列能够成为我目前创作的主要代表的元素。然后这次展出的作品应该是十几张，那希望说能够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可以了解我想要